猫喜欢吗？喜欢啊。哎，不是东西你拿走啊？东西都是给你的。干嘛？你明天跟我一块回家见我爸妈。不是，这带这些东西去见你父母呀？哎呀，老人嘛，你要他们放心把我交给你啊。你别多想，我不在乎这些的。那你怎么突然想到带我去见你父母呢？你不想见啊？你不想跟我结婚？我不是，我主要是怕你父母对我那个，就、哎、结婚嘛，你四块五，我四块五，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。你别考虑他们，我能做主的。我不同意。为什么？如果说以后我有女儿的话，我也不会让她嫁给现在的我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先别见了。何明，你是害怕见我父母，还是没有那么爱我？我当然爱你啊，我。那你用一个。那你犹豫什么呢？我咋跟你说不明白呢？我现在压力真的挺大的。不讲。哎呦，我们男人真的，但有时候跟你女人就是说不明白，跟你们。你别说。哎，你不是你干嘛去啊？哎，那个刚才都是我不好，你别多想啊。来，兄弟，有什么话跟我说。不是，你在干啥？有幸与你相爱，只会为你而。